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好冷啊。好冷吗？可是现在是夏天。真的很冷。我要搬。好像不太管用了。还冷吗？嗯。那还有什么办法让它暖和一点？嗯，我小的时候，妈妈都是用自己的身体给我取暖的。好吧，我带你去找你妈妈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回家找你妈妈去吧。